拜佛像拜四拜是否如法啊？如何拜如法？那一般佛像都是拜三拜啊，那你要拜四拜呢，大概是你对佛特别尊敬啊，多拜一拜。这个四拜是不如法的啊，为什么呢？礼呀一定讲戒度啊，规定拜三拜你就一定要拜三拜啊，你拜两拜不恭敬啊，你的礼节不到啊，拜四拜过分了，过了头了，过头也不恭敬啊，什么过了头啊，八戒谄媚八戒呀 啊不到啊，那是傲慢呐 啊所以一定啊要重戒啊，礼一定要重戒啊，这三拜就恭恭敬敬拜三拜，这就对了。